哎呀，太软烂了！牛皮来喽！牛皮上架子喽！哦，大家好，我是山村支书，牛皮不是吹的，是用来吃的。450，买来点还牛皮，我们今天吃牛皮。泡上滚烫的开水，弹牛毛。滚烫的开水一泡，管子上更不烫。把这满腹大汗的，这牛毛也太多了。哎妈，管了个大半天，终于管了个白白净净，再把它打水的。这牛皮真够结实的。给牛皮调水。葱姜，多来点白酒。这牛皮水焯的还膨胀了，水焯完把牛皮里面的油脂剔下来。走了，刮干净了，最后清洗一遍。现在给牛皮打卷。锅中倒油，下冰糖，炒糖水，炒成枣红色，倒入开水，拌上葱姜、酱油、老抽、花雕酒、日王干辣椒，准备好的馅料，牛皮卷下锅，加油！大橙子，你工作找上没有？哎，找不到自己感兴趣的工作，我想做互联网这块的。有理想就去试，我爸从这超市市场，互联网行业岗位多，总有适合你的。好的，我去看看。锅里倒油，我们焯个料汁，蒜片、小米椒、青椒、酱油、蚝油、牛皮原汤、盐、汤、胡椒粉调味，来上一勺老陈醋。看看这晃晃悠悠的，来，大家来吃牛皮，吃牛皮。其他人吹牛皮，我们吃牛皮。哎呀，口烫口烫，哎，满满的胶原蛋白。没想到这个牛皮这个味道也还挺不错啊。嗯。这牛皮真不是吹的，吃起来真香。哎呀，太软烂了，看这牛皮